好听哦。在西方的国家，每到圣诞节的时候，在很多的教堂里面都会有一些钟声响起，叮咚叮咚，就表示圣诞节到了。哎，大家最近在逛百货公司的时候，有没有听到一些好听的圣诞歌曲啊？有吗？嗯，接下来我们的乐团要为我们带来这首歌呢，也算是知名的一首圣诞歌曲，也是在代表一个 bells 的一个音乐。Let's welcome the band， 让我帮我们演奏这首歌 Silver Bells， 掌声欢迎。Silver Bells.